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它有两个小题。第一小题，要我们求三百六十的正因数个数；第二小题，要我们求三百六十的正因数当中是奇数的有几个。那我们知道啊，我们可以呃怎么样把三百六呢拿来做这个所有的尝试，要找出各个因数。有一种做法就是说，哎，把它一个一个写出来嘛。三百六是一乘以三百六，然后呢等于二乘以一百八。 然后呢，有三嘛，啊，所以呢是三乘以这个一百二，然后也有四嘛，四乘以九十，然后呢有等于呃五也可以嘛，五的话是乘以七十二，那当然也可以乘以六乘以六十，当然呢也可以呢是，哎，这边有四乘以九十，所以呢应该可以变成八乘上什么四十五，那再来呢，当然也可以等于九乘以四十。 那十呢也可以喽，乘以三十六，十一不行，十二可以，乘以呢三十是三十四，十五哦是乘以多少是二十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十六已经不行了，因为八的呃两倍，那四十五的二分之一倍没有数字了，所以十六不行，十七、十八可以，十八呢乘以二十，没有十九，所以呢到二十之后就整个倒过来了。 所以你这样写完，不是就找到它的正因数个数了吗？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再乘以二，所以呢，总共它的正因数个数呢就是二十四个。OK，这是一种呢做法，可是显然呐、啊，这个很危险，因为如果我们中间不小心漏掉一个的话呢，你就错了。 而且如果题目不是出三百六，这个你还可以呢，慢慢算算出来的数字，好，你可能呢，说不定没有办法处理。那我们现在就想一下啦，我们要怎么样做三百六十的这个呃正因数个数来算呢？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哈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先来把它做一个质因数的分解。OK，我们把三百六呢做一个质因数分解。 你可以用最笨的方法，就是一直用短除法，一百八，然后呢二，2, 然后九十，再用二，然后呢变四十五，然后接下来呢用三变成十五，再用三变成五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三百六是等于什么？是等于二的三次方乘上呢三的平方再乘上五。好，质因数分解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。 所有三百六的这个正因数啊，其实它就是来自于呢三百六的这个质因数分解里面以后呢，它的各次方去凑在一起就可以凑出这个正因数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有二的零次方、二的一次方、二的平方、二的三次方，然后呢三的零次方、三的一次方、还有三的二次方，以及五的零次方。 还有五的一次方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呢？我任意拉起一条线，就凑出一个正因数。比如说呢，二的一次方配到三的一次方，再配到五的零次方，那就是二乘三乘一嘛，那是六。六确实是其中一个什么正因数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再来，比如说我也可以是二的零次方。 配到三的平方，配到呢五，所以九乘五是四十五。哎，确实也是一个什么，也是一个正因数啊。或者是呢，我用二的三次方配到呢这个三的一次方，再配到五，变成呢八乘三再乘上五，所以是八三什么二十四嘛？二十四再乘上五是一百二，一百二确实。 也是一个因数，所以就代表的意思是说呢，我可以在二的 n 次方当中选其中一个，三的 n 次方当中选其中一个，五的 n 次方当中选其中一个，那就变成呢。一个三百六十的正因数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二的 n 次方你有几种选项？ 你有四种选项，对不对？有二的零次方，或二的一次方，或二的二次方，或三二的三次方。再来呢，三的 n 次方，你有三种选项：三的零次方、三的一次方跟三的二次方。然后呢，五的 n 次方，你也有三种选项。好，是四乘三乘二，所以呢，你最后就发现，你其实是有什么？有二十四个。 正因数的可能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我们知道啊，再讲更清楚一点，三百六呢，啊，三百六的正因数其实就应该要长得像是什么样子？二的这个 a 次方乘上呢三的 b 次方乘上五的 c 次方，这个就是三百六的正因数。那只是你要去限制一下这个什么？ a 要属于呢一个集合是里面是啊，比、呃、如说零一二三，然后呢 b 呢要属于 b 集合是零一二，然后 c 呢要属于 c 集合是等于这个什么啊零一，简单来讲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而这个就是三百六十的正。 因数，OK，正因数，OK，那所以啊，你这个就有一点积极的味道了，哈、哦，有没有？你就发现呢，呃，n 的这个 a，呃，积极 b，积极 c 呢，它的这个个数就是四乘三乘二等于二十四个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题，它问我们说呢，求三百六十的正因数当中。 是奇数的有几个？什么叫做是奇数的？就代表的是说，这个因数里面呢、啊，不可以含二这样子的一个因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它那个奇数者啊，奇数的奇数的正因数的形式呢，正因数的形式就变成是怎么样？就是你只能选是奇数的这个。 呃，什么质因数嘛，就是三的 b 次方乘以五的 c 次方的这个样子。不管你的 b 呀、啊、c 呀、啊、是多少，那这个乘出来呢，都会是奇数的正因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，它的数字呢，其实就是 b 集合跟 c 集合呢去积集起来的。所以呢，就是什么 n b 乘上 n c。 那就是三乘二，所以呢，只有六个正因数呢，它是属于奇数。那这两题的答案就在这边。那你有没有会用乘法原理去求这个正因数的个数了呢？